陪着苗子女孩趁着动物带大家逛一逛荷兰的小城。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荷兰小城米德尔堡的迷人风景，身着侗族服装穿越在这个小城市的街头巷尾，每一帧都是价值千万的风景啊！刷到这个视频的你，看到最后的我，说你大了。跟我认识了12年的荷兰爷爷今天要带我去看看他曾经工作过的城市，刚从火车站下来看到城景，我都惊呆了，一切那么新奇，我快乐得像个小孩子。无法想象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蕴藏着让人陶醉的美景。 Middelburg 是荷兰泽兰省的省会，也是该省最大的城市，它拥有众多历史建筑和迷人的运河。这座小城有着古老的建筑、宽阔的运河及热闹的市集，我真的被这里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了。本来我是想宣传我们的传统服装的，结果我反倒被这座城迷倒了。不过华丽别致的服饰还是引来了很多路人的目光，而让我最开心的是，当荷兰小朋友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兴奋，纷纷围上来要跟我合照，这个瞬间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在这个小城里，我也找到了一种温馨宜居的感觉，不禁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想要在这里买房子居住。想象一下，每天醒来都能欣赏到这样的美景，将会是多么美好的生活。1825年，这个他说这个是以前是就是开枪的一个地方，这里的每一个建筑都有自己的历史，还看到船房，真正可以开启流浪人生的房子。特别好的一点，它就可以开始一种流浪人生、旅行的人生。可以，你不想住在这儿的，你要去其他地方，就开着走就可以了。一种新的世界观被刷新。如果有天你有机会来荷兰南部旅行，一定要选择打卡米德尔堡，我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沉醉。记得关注我，一个来自贵州的苗族女孩正在深度游荷兰，跟我一起探索全世界吧。我太激动了，我的天哪！